Hello， 今天继续吃户外不卖菜。今天是阿米好给我姑姑讲的故事，讲个关于这个阿米麦。五花肉。我要吃鸡腿，给，谢谢姑姑，不客气，鸡腿。面筋，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。虎皮辣椒。河南的烩面，吃饭了，今天天气好，路过户外，虎皮辣椒。姑姑阿姨们好，给我姑姑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谢谢姑姑阿姨们。
赶紧吃吧。谢谢姑姑。大鸡腿。嗯，掉了。姑姑，我想吃。又臭。好。嗯。谢谢姑姑。吃点火鸡面。不行。大肥肉，蛋黄，
吃饭了。